不然你现在立刻，你现在立刻，可以下一步了吗？我认同啊，我认同苗博雅讲的，确实啊。我也不知道高端的合约公开透明了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喂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主播，监狱的饭狗会吃吗？那你要问三十六九啊。还是有菜单，还是有菜单拿来研究一下。哎，今天晚上菜色是什么？大家搞不好吃的比我还好。这便当配菜有够烂的，还堆什么豆荚，然后什么萝卜，你敢骂呢？我今天看到一家新的 Uber 上了一家新的便当店，我想说给他一次机会。主播，应该是没有机会了。我们赖皮神登基上位演讲说要少数服从多数，呵呵。好了啦，赖皮神随便讲，随便填稿。我就跟你讲，为什么没有韩国瑜之后，我选择支持赖清德，就是因为绿能你不能嘛。啊，他说少数服从多数，最后他当少数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服从多数啊。立法院说要动涨电价，他也没在屌啊。这就是我投给赖神的原因啊。关键时刻不畏强权啊。主播，伊朗总统坠机的，连同外长一起去找科比的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总统专机还可以坠机，伊朗总统跟上柯老大的脚步了。伊朗总统是搭直升机抓到柯粉，这波天地一斗了吗？天地一斗，柯粉请起立。老哥今天20号现在报名参加赖神矿工班，还有机会领90000吗？好了啦，人家都已经说是186000了，还在90000，网路修一下好不好？主播可以祝我会考成绩顺利吗？好。啊，可是我不会念你的名字，不好意思。老餐吗？老餐祝你会考顺利啊！主播有看517立法院就业博览会吗？有看一点啊，最近缺党工哦。老涛。是吗？那些老饕哦，主教，你昨天没去现场跟阿管举巴勒死假粉，好了啦，没去都假粉好不好？就你这种白痴，谢谢干爹巧遇分法。那难道我昨天在魔兽世界帮阿管推广洛托里亚斯的时候，妈操鸡掰啊！我就他妈的不是管粉，一定要去那边才是管粉，各司其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问你嘛，小雨、大胖还、有没有去？没去的就妈馆长那个什么。什么三重馆馆长、泸州馆馆长辞职好不好？好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小曹生活，你那智商，半生就不要讲话好不好？那、我在线上就不是人，我在线上看直播的不是人。好啦，小草生活低能科本就安静。管大哥早就说了，519不关他的事，他是去帮忙的。科目三赶紧跳起来。那跟同意你讲的话，在哪羊肉弄的？老哥有在艾泽拉斯大陆声援馆长，怎么可以说主将是假粉？妈的，我等下进去除完职，马上签名好不好？马上找粉丝签名，老子公会就叫 Notorious， 靠，真的靠北靠不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他妈才是管粉。Notorious， 你拼错就是管黑的。Notorious 怎么可能会拼错？我已经退出手杀公会等你的主播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啦，你现在那什么手杀公会，地心之战一上，马上就被我们最顶的 Notorious 超车了。我们 Notorious 的团队一定是最顶的。谢谢干爹巧鱼三职业躺分馆加入了死忠帮。干，这是谁？怎么管黑？谢谢职业躺分馆，台湾要继续给民进党强 X 好了啦。不是啊，彻底就不要一直哀哀叫，好不好？马英九卸任的时候 ，GDP 经济成长率他妈2%多，我们蔡英文卸任的时候，那 GDP 6%多，经济成长率6%多，哎，6%多叫强奸你，那2%多叫什么？轮奸完你再奸你老妈是不是？经济成长率这么高，啊，你他妈的买不起房，谁的问题？你的问题啊！整天在那边抱怨有什么用？517，你有去立法院前面吗？没有嘛，怪你自己啊！517不去，那、去什么519？你这样好，我好歹有去买芭乐挺农民，好了啦，花一堆钱去买芭乐，吃下肚子，对不对？隔天就从肚子拉出来了。那些钱要是聪明一点，拿去买高端，早就发财了。大小姐，干你娘鸡巴还不睡觉？过来生手机啊！太晚睡觉的话，老二会变成。馆、长很 fashion 呢、什么都跟呢、干你娘，这是最后的警告。如果现在还不睡觉，我就操你妈的！呀得呀得，无法阻止的大小姐。呀得。他这只
有换脸而已哦。我以为是馆长自己下来跳。哎，这有失馆长水准啊，他妈都叫晚安大小姐了，没有把我们重庆南路大小姐批进来，应该要跟那个重庆南路大小姐有点连结啊，对不对？凑个什么绿能啊，凑个什么光电啊，对不对？这才有馆长的 feel 啊。真的不要以为说我平常容忍你们这些网军是我怕你耶，你是网军真的是超级没料耶，不会操作 YouTube 是不是？往前拉你就看到立法院官网啊。好了，你已经要把这个法律排入议程，要这就是现在国会在发生的事，好不好？好了啦，连买 iPhone 都被骗，这就是国会现在发生的事情。不然你现在立刻可以下一步了吗？不，我认同啊，我认同苗博雅讲的啊，确实啊。我也不知道高端的合约公开透明了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上卫福部网站好像也查不到。不啊，我很挺这些啊，我很挺这些啊。我从高端疫苗到现在，我都很挺的、啊，我都很挺的、啊。我不论蓝绿，我都很挺。没有必要让社会底层知道那么多、啊。有脑袋的人知道高端是什么货的人，他自然就不会去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没脑袋的被骗去打的，那刚好达尔文不计天责嘛，对不对？那也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的这么清楚，那谁要当那个笨蛋？啊，不就没有人当那个笨蛋了吗？那就是要这样子，对啊，这个很有效，这个防御率超高，然后就会有这个大概70万的笨蛋。主播可是高端两期打两剂，防护力是最高的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你请多打几剂啊。S 管黑，阿管打什么疫苗？阿管打3剂高端啊。你的意思是馆长没脑？不是啊，啊他为了我们国人去做测试啊，啊我们高端就是没有那个啊，没有过那个人体试验啊，啊我们阿管就亲自当人体试验的范本，一个180公分，大概110公斤，40几岁，有长期健身的一个样本，不就提供出来了？打了3剂，活蹦乱跳啊！所以你的意思是啊，他是87中的87？不是啊，啊我们就欠缺资料，欠缺数据啊，对不对？被您的道理折服了，还有贝利梅也是爱台湾，食盐水打3包也不会怎么样，好吗？完成就职交接仪式后，前总统蔡英文正式卸下国家元首重任，离开总统府后，回到老家敦南住所。他换上宽松的衬衫，亲自拎着两只爱猫蔡翔翔与阿才，走到门口打招呼。总统有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？终于可以给记者提问了。有去买电梯了吗？未来渴望筹办与国际各界互动的智库，持续拼外交，为台湾发声。东森新闻郑中心综合报道。不要每次提到阿管，就在那边一枪、两枪、三枪，没有意义。吴彦昭，市长，诸位好，我延续上一次啊咨询的主题啊，我非常的纳闷啊，你们要接下来要发展自驾车啊，老实说，推动科技的发展，让人类的生活更好。我基本上是支持的，但我要拜托一下市长啊，挑选厂商的时候啊，找真正优良有时机的、啊，不要找这种政商关系良好的诈骗厂商啊。找真正优良有时机的，在民进党系统里，台湾好像跟谁好，我们的你不知道吗？纳智捷，台湾不是很了解啊，没关系，新的部长要发展这些系统，我都支持。啊，这样就没了。要找有能力的厂商，当然要找，一定要这样做，啊、可以吗？一定这样说、啊。好，谢谢。他怎么没有电这个官员？5月17号在立法院里面，我们要做的是帮民主进步党兑现他掉票8年的巴拉票。结果民进党用暴力来阻碍那一次议事的进行，他要阻碍的就是他黄国昌从来没有背弃太阳花。干他妈的 DC 是有他妈仓粉是不是啊？每天都贴一大堆黄国昌，哎、欸，谁叫你喷他口水？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，2300万人现在都在现场了，对不对？喂，这么数，今天我们来检讨民进党，因为前面我们来看一看媒体改革。2019年6月23号，我跟黄国昌，我们要求什么？政党军退出媒体，我们民主进步党更进步了，政党军全部都在媒体，大家说对不对？他说司法改革，我们的确看到了司法改革，开枪的越来越多，诈骗的越来越多，为什么？因为民主进步党就是一个诈骗党，大家说对不对？
每一次民进党答应的事情都不做。我只觉得啊，民进党现在他爹啊，民进党他爸、啊、叫黄国昌，在立院外面啊，国昌，国昌你出来，国昌啊，你的话你老爸啊，吹啦，你爸即马吹。我今天就算笑什么来管黑。馆长说的对，他就是在提一个问题来问我们。我笑死，因为馆长说的实在太……司法改革为什么不做？馆长是中国派来的，居住正义为什么不做？馆长的健身房是拿中国钱开的，是不是？我在这边特地在强调，这就是高端的后座。你先守护台湾主权是我们的 DNA， 而不是你民进党跟民进党支持者拿来做一个意识形态的对立。支持我民进党，你就是台湾人；不支持我民进党，你就是中共代理人。所以我再跟大家讲，再过几天，我们这些可怜的巴西哦，还要努力奋斗哦。国昌老师在刚才后面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那天坐在那里，他们后面一排立委女生的，一直骂我，一直骂我。他们要干嘛？他们就是要制造范云的时候啊，黄国昌咆哮，黄国昌的口水好多、哦。我希望大家发起一个运动，好不好？只要他们未来喊黄国昌，各位在直播当中，在新闻下面大家都打黄国昌是你爸，黄国昌是我爸。现场也这么多人，媒体加起来四五六万人，每一个人都要团结爱护国家，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反并吞护主权，不可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。拜神一登基，马上呛大陆，赶紧承认弯弯就是国家物理打包，时刻快到了。AI 那个 AIT 撤侨了没 ？AIT 撤侨，我要赶快准备闪人啊！台股负200，好的啦。他讲这种话，台股才跌200点，我靠，真不愧是20年来经济最好的时机呢。你看那个李登辉，李登辉那个2000年的时候，是2000年吗？还是1998还是96？李登辉一个两国论，他妈台股至少要掉2000点，现在才掉200点而已。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BD 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，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就类似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